我们出行停车的时候，车辆被堵的情况呢时有发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技巧是教到大家如何让对方能够快速的挪车，可以说非常实用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种方法呢，如果对方的车上没有挪车电话，我们可以点击拨号界面呢数114，然后的话可以打114查询对方的一个挪车电话。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我们可以通过交警12123进入到里边。点击进入，进入里边以后呢，需要登录一下我们的一个账号以及信息，然后的话下方大家会看到有个更多选项，我们点击一下。在这里的话有个选项是可以进行一键挪车，往上滑动以后呢有一个便民服务，我们点击一键挪车。但这个一键挪车呢的话，它一个月的话是有5次机会，然后的话我们点击申请挪车。在这里点击阅读并同意，然后的话下方有个号牌颜色，我们可以选择号牌颜色，点击一下，比如说大型车、小型汽车可以自由去选择就可以了，根据车辆的一个信息，然后你选择对方车辆的一个车牌号以及挡车的一个地点。最主要一点是拍照，我们需要拍3张照片，然后提交申请。申请以后呢，这边有交警会给他直接发信息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进行挪车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强烈推荐，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。